不好意思，我直播的时候我还是很注重礼节。好，对不起。但我他都骂了，诚实、友善。他直播还蛮诚实，面对人不诚实，尊重。哦，好紧张哦。哦，我觉得帕洛卡真的有可能会赢了，但他不用有机会吧？他，我觉得他今天也会前三，然后下次就不能比了。要讲到这种东西，因为讲到没办法、啊，我觉得帕洛卡真的也会前三，因为他最他 match 最好就是博廷吧，他们直接不包成 check， 就直接进去了。打吗？有啊，这已经在打了。不，哎呀，好，所以我觉得跟飞准打都要。的四项就是前 B， 然后跟 Jazz 前 B 吧，前 B 比较小众。我说前 B 啊，前 B 跟 Jazz B 来莫名其妙，那是挡住要给反击的东西倒的，可以打，那还可以 combo， 还有过动，讲出来说出来了，他说过动不是好动，现在 Paoka 打得很凶啊。看，完全不给不会了，好吗？我就很凶了。你看他就是跑进去，来跑，哦，我刚刚没有第二次，第二次就是就没有 lock 了。这次不行吗？他可以 jab， 然后等一下，他不能 jab jab 吧 ？AA 的话，他第二下就把他打走，他只能 A， 他可以一下一下，对吧？再一下，对。但刚有可能会把他打下去。最后来，对对对，看他的 A 啊，那个。飞准的 A 是非常的烦的一个东西。哦，空哦死了！啊，我觉得你都不用帕洛卡打，但我也知道啊，你就讨厌飞准队长，反正到不跟他打，讨厌他。以后比赛你遇到他就完蛋了。他有警告我不要遇到他，我很期待。但可是他总是会让我失望，就是差一点的。他就会腻你的，知道吗？超想的、啊，哇、哦！他还想发个胖橘，我觉得他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你。好，现在为什么他直接鬼已经变七十七了？你看，你就是前 B， 空伤没有。好，帕洛卡现在打的真的很好了，他今天打超级厉害了。打错，对啊，就是有七，就是男子汉的一个角色嘛。像花就是给那种奇怪人打的角色，马六也是给奇怪人打的角色。哇、哦，空恩死了！啊，现在直接赢两命耶！哦，没了，当我没说。阿卡吧，哦，上 B， 他应该想全 B 吧？按错。到哎，有够出奇，然后也。但是他，我跟帕卡打，他通常这只就是能杀人的时候才会开始乱上 B， 就乱上 B， 就是上 B 而已。我有点应付不在他的那个。他放的那种，看，我跟帕洛卡讲，他说他很喜欢用他的那个 A 来找那个，那叫什么 spot dodge， 因为他们的 Falcon 的 jab， 他可以一直打嘛，一直，他要等人 spot dodge 的话，他们 spot dodge 还是就会被打到，那个盾下，那个下盾，那个闪人的，他闪，现在鬼有可能有机会追上来了。我觉得他只要按个好的 read， 不然就是那83%药性蛮能杀的啊。看，可以啊，我觉得想办法弄到外面的。哇、啊，因为药性很好看到，回场不到手边的手很好，骗得好，发东西，最爱骗人了。那我觉得不骗的话，你东西会很单调。啊，当然啊，被骗过都，这我觉得最难的骗到之后。因为我都是可以骗，然后不会反应。很多人会卡就，哦，还差一点点没有打到，所以现在空恩出来了。我觉得 matchup 的话，鬼没有特别空恩很多，我觉得他应该空恩多一点，因为那个黑豹这么大，然后黑人都是那种会往你这个方向跑的，所以当然要丢东西出来。好了，还是在吗？啊，有进，不给他，进攻的还蛮。好，他要找一个后空，空后，喂、哦欸，找到了。好 ，Two Stock， 这是 BO5 吗 ？BO5，
他们，我是觉得他们两个是绝对不会换角色，很没角色。Falco 有 Roy 啊，但是他也不会玩，他只喜欢玩 Falco。换啊 ，Harry 不行，上面要秀 ，Surprise， 快点，反正他有一个，他还有一个 game 可以摸索，还有那个打在这，我们不行没了，把他弄掉了。这鬼能做什么？哎，两排卡的那种速度。无言。啊。好，先打个过去。好像做什么？好，开始。是你上了呢？看，他卡什么都接得起来。哇，没有。都到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是。就是你看他 A 的放的地方放得好，就会被打到。还要等，还有两个骗人呢、啊。看你转骗人，他可以骗的、欸，你觉得帅不帅？啊，骗什么？他刚 jab jab A A， 然后等他，然后他没有等，他那个应该直接跳跳跳。哦，就是单。刀配完，会走路。走路我摔会做啥动作？会让你。然后如果你要安全的话，哎呦，没有 punish。这，我觉得鬼下来也可以放多一点。看吧。哦。好，放了好。哎、欸，我发现好像是在这比赛中，鬼都还没有特别去用那个，哇、哦，下 B 出来了，用那什么前 A， 因为还是前 A， 是那个底包可以把打起来，然后 combo 到上 A， 打不到，碰上，直接被打到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阿卡真是给那种特别破绽，很大。我刚刚干你，没有啊？我出来了大 combo， 要起打飞。我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以前玩，那时间蛮爱玩。他说啊，好，我。都为我是玩药系啊，真的、喔。那我为的时候六岁，因为那他就是、你知道我为玩谁吗？玩卡比，然后我那种跑来跑去，然后下 B 的那个，在空中打下 B 的。卡比啊，他晚上那个不动。药系也会。卡比可以飞。卡比安心，可以转。他 game 好难 punish。那种下兵的哦，空恩还没杀200了，因为用太多次，啊，也有一次，他威力已经变很低，很难杀。哇，现在要杀应该也只有空上。赛程表，赛程，都是骗的。你打那个啊 ，Breaky 哦，那个 Breaky 打一个，就那个。Alarm， 我卡现在。应该不能打王者，打那个。可以啊吧？有些不知道大鱼有没有。哦、有些不让你进。怕会是那个吗？哦。哎、在鬼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得回来。这场非常重要。只要一的话，就是鬼的自信就会比较；但是只要20的话，就是卡奥卡的速度应该会增加而已。哦，好了，不知道是费特呢没有没抓到。
可惜。哇！刚中后脚，我真的连到就死了。现在 A O 出来了，他真不怕哎、欸。还有办法跟你跑？因为力会赢了。我现在完全没有答案。对不上。要追击，所以一定要。也没东西。那只要他把他的票拿走的话就、哇，差一点，可惜。我觉得帕卡要活到200了。哇靠！蛋还在那。停下。过动。动啊，因为知道就是要过好动，你要动来动去啊，不动来动去不行。像打、啊、像狼啊，都坐在那边、啊，然后整阵的要吃东西都在吃。像打那个 Pac-Man 就站在那边按 B， 把、啊、好多事情，我要放下方向，按 B， 然后下 B 来打一下，还是我要冲过去打，还是我要这个那个，都有很多方向。大家要写那个路程哦。画一大圈，对，然后还要盖个房子，然后还要煮早餐。那 Pac-Man 真的很忙啊，要做的事情太多，所以看起来很贵啦。不是看起来很贵，就是其实很贵。是看起来很没有，因为你倒了水果那些东西，也后面的动作。那有时候有些人想说，那就几个。鬼选春雨节，那我也会有时候会放个什么放手。嗯，我觉得鬼选春雨节是因为。那就比较大，然后比较有更多平台可以让他跑。你让，因为 Parker 没 ban 啊，他选了。他刚刚是选 PS2 吗？啊，变。哇、啊，因为这场地稍微大一点，要更多的空间可以卖，动来动去。因为比较小的场地的話、就是，因为我觉得这代都很难。哇，都追好快、欸。没事。耀西。哦，我忘了，对不起，我他是耀西。除非他没。哇，没跳吗？回来，刚好碰到，哦，碰回来，哎呀，哇，直接撞。现在小鬼能拿下第一命的话，应该状况会好很多。说，因为他可以玩比较保守一点，然后帕卡就要开始追了，还就会开始着急起来。还没说，现在完全那个，哎，倒没事。欧萨还没杀。艾空那还是没杀，他非常的，要非常就是相对弱很多。不能说矮鹅，我到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看我自己跟忘了谁打，然后我还记得说矮鹅矮鹅矮鹅。是谁？你啊？绝对不是我。但是你，哇，下必杀了。他的就是很怪，你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哪有？现在都 OA， 可是都有那种爱跑来跑去的很痛。好像这游戏第一个鬼就是相对来说，阿卡鬼其实也算蛮好动的、啊。现在因为现在假如鬼跟帕奥卡就是一样两命的话，相对来说就是那种不要打不要没有吃，因为每次很容易就是然后你看别人130、然后140。然后就杀不杀就很着急啊！干，这关走上面场，还好上面 OK 的，左右很爽。然后中间，哎，那我以后选多一点哦，我以后要选这个是吗？可以、啊。但我很讨厌这关，只是这关就是可以跑很远的、啊，对啊，看有没有喜欢。像那种跟比较贵的角色，就是或是会跑的角色，就是就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你可以跑啊。哦，知道，我觉得打起来我喜欢的是。谢哦。还是套吗？大阪好玩吗？我发现跑卡现在越我喜欢停还有一点哦，就是比较。那你想念以前的那个吗？真的 Smash Bros。我就觉得他又超干，我觉得好小哦。那、嗯、啊，因为他会动来动去，然后有一次在哇我觉得重点是小，
恭喜帕洛卡三零龟，他真的是完全没有那个，他被骂了。哦，当然，谁要被骂？他去验尿了。他的位置那帅不帅？帅啊！他说不帅，怎么？